再一次的隆重的邀请，欢迎赖清德赖总统能够回娘家，能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。新任行政院长卓荣泰深入敌营，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拜会的这一天，总召傅昆萁也释出最大善意，说赖清德国情报告会给予最大尊重。不管是即问即答、一问一答、统问统答，还是只说不答，我们都尊重啊赖总统的意愿。只说不答也可以，但对绿营来说，柯建铭很不满，说什么都可以的话，那是临阵逃脱吗？但或许以在野党立场看来，先释出善意，创造双赢，没有不可。很高兴听到副总召在前几天就说，能够在31号让总咨询顺利的进行。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，我们希望从此能够彼此密切的合作。看在卓荣泰眼里，这确实是好的互动方向，但未来国会能否如此和谐，或许还有重重关卡。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